错了，是谁啊？你要干嘛啊？啊，你要什么？我有钱，我给你。我家有摄像头，大哥，我老公能看见，值得看。我现在转给你。你坐着。你是有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对。我知道你肯定遇到困难了，对吗？对。是不是？是家里有急事吗？我实在是没办法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看我能帮你吗？你保证不会做伤害我的事儿。放心。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我是相信你才给你转的。行吧，那你走吧。几个月嘛，你现在属于穷光棍店了，是吧？